一卷功夫已凌腰转，凌腰转，靠走曲中心标准速啊！变个魔术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这里有个烟斗，上面有个小球，我只需要对着它吹气。看到没有？嘿嘿嘿，感谢躺在床上掏六鸟的 VG， 谢谢。睡到了吧？这个玩具很好玩，嘿嘿，这个小玩具。可以锻炼你的肺活量，有没有玩过？一块钱一个，小时候玩的。无功多余那岁雨风，风情无旅红，谁能分清白与红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为什么迟到？拍摄视频嘛。抱歉啊，今天老早就起了。西瓜点点点点点，再点，哈哈哈！点一激光拿个人头，不过分吧？哎嘿，舒服，343，一个人头两个助攻，无敌。300多块钱，买多好吧啊！这我买啥呀？这卖个药好吧？拥抱进步吧！怎么了？麦克风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麦克风有什么问题吗？有点混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有点混？我麦克风有问题吗？有问题，声音不太对。等一下啊，我看看什么情况。声音不太对吗？麦克风声音太小，喂喂喂，这样的，不可能呀，我没动过，怎么会出问题呢？刚刚好。哦，我们现在对线没时间。我这个华语太舒服了。哎呀，乐高。哦吼，进化喽！哦吼，进化了已经。点什么？算了，补刀。这发育有点无解。键盘声音太大了，不对吧？动作呀，不是麦克风问题吧？喂喂喂喂，听得见吗？说话。喂喂喂，
不用装了，这个装不到，一中了也杀不掉啊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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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没机会。老是有人说我声这个麦克风有问题，声有问题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哇，这太舒服了吧！这也太舒服了。哇，这个发育也太爽了，3-7。之后要消耗他一下，我打死你了！好，调回来，推兵线。我回家一波。哎，1600，回一波。摄像头的麦，是吧？感谢爱上草原的老狼送上的飞机，我应该是这个摄像头，是好像是有点问题啊，但是我现在没时间。这摄像头应该启动了吧？麦克风用错了，应该是。我等一下问一下什么情况。电脑今天应该有人动过。先把这盘打完，好吧？这盘你们现在看没问题吧？影响不大啊。这边打起来了。兄弟，我刚出来。这边还有个卢锡安。算了，走了，不跟他浪费时间。听着比较折磨。麦克风设置问题应该是。可能是是不是有双重声音？我先把这盘打完，大家不要急。来，给个蓝，不给我，没事，我发育的很好啊，无所谓。这个吸血鬼我是杀不了他，这意思呢？我伤害本来就柔，吸血鬼也有回复啊，都耗不动他。螳螂在上面看到了，吃光好了就吃它，就吃它，好了就吃你，你吃得消吗？一刀不漏，他已经没血了，吃死你，吃死你，
哎，他露个刀可以，他不补刀，顶不住了吧？歪了，大声。哎呀，伤害不够，不够不够不够，伤害不够，我伤害太柔了。回家，不亏啊，反正我们兵线也要过去了。等我把这盘打完，找一下，三个头 ，AD 是最肥的。我杀吸血鬼实在是太难了，杀不掉，只能耗他。我耗他也没什么意义，算了，还是别耗他了啊、哦！我没双招了。推进，这太菜了吧！对面，这也太菜了吧！这都敢冲啊！我有 W 没放，因为我觉得对面不敢追。太捞了，这个螳螂太捞了，逼我出山来，结果不打死他们，我不打死你，我不打死你们、啊、我不打死你们，我不打死你们，转好死亡闪现，非要打架，非要逼我出山，算了，我走了，伤害还是有点柔。舒服一塔，补一下。对面的双 C 还是蛮肥的啊，两个头的三个头，这是个一次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没事，别怕，我在身后啊。虽然他们人多，但是我们装备好，马上到，没大招，完了又死了。不过没大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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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大招了，真的是。一条直，一条直，你敢追我？哎，你真的是。刚才那波追我就觉得已经很调皮了，还来，太过分了。
来，吃得消吗？送了个黄大鸟，刷大鸟去。捞的满头淌口水啊你！捞的满头淌口水，你想跑？你跑？你再跑？你再跑？哎，你再跑！我允许你跑，我允许你跑！哎，调皮，动我手，觉得我没招？再偷一波钱，小心螳螂，我先躲一波。好，哎嘿，骗了他一个闪。骗他一个大，他这里有眼啊！我看卡视野的，应该是有眼啊，知道我在哪。一招不漏，主播，眼全排了。好，哇，太舒服了！再吃窝三郎。来，往我这跑！大招炸死你，小子！好的，这个也死了。重新能量提速，点他，再点，跟他一起。哎呀，来不及！2000块，继续发一拳。我们已经发一拳了啊！强势期到来了，吃波三郎去。三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三角形中单。在地图上画个三角形的走位，刷野怪。OK， 准备小龙。巫妖马上够了，这波给我设置够了，兄弟。再吃波大鸟，巫妖够了。这个时间段掏出一个巫妖加卢根出来，有点恐怖。哎，兄弟，我马上够了。哎，这不够了，还得再刷一波。这个没什么招啊，这个没什么招。接不到。给我吃一波，算了，我等一下。回家喽，起飞！哦，17分钟，两件套，加法钻鞋，这个爆发有点高了。再来个冰杖，啊，这样的话吸血鬼他就不好动。团战被我封身，现在输出是 OK 的。有了巫妖这个爆发就够了，再加上我们的技能第一，哟，给他抢了还三条龙啊，可以有点东西，但没关系的。他们现在撑不到第四条龙，啊，第四条龙是不可能丢的，我们心里都有数。队友退了。高地必掉这波，好，没招了吧？打完了吧？起跑一开 ，W 接大招，红系能量直接大死了。
跑，我你往哪跑？啊，算了，杀这个。你闪现白胶，提速，缓速，炸，这边继续，我有闪，推了，没事，有飞天的。溜溜溜溜溜，这波溜，这波得溜，这波得溜，这波没招。你想干什么嘛？我溜了，我保不住你，靠你自己了。我这个没办法保，活着来，我得溜，我一点蓝没有了。发挥，这波输出打的很多，刚这个团战这个地方，一激光接大招，伤害打满了。再来个冰杖，啊，来个鬼书吧，不然他的吸血鬼有点烦了。这波拆个高地，OK 的。现在可以用大龙把他们逼出来。哇，这个蓝，兄弟，这个蓝给我了吧？他前面没给我，因为他觉得我可能打得不够好，他觉得他自己能 C 这个蜘蛛，通过这几波抓住他心里有数了，他知道我是个高手了，他会主动把蓝让给我，人头也会让给我的。再说一波，我们准备大龙，好去。好，血鬼在下路，没有 TP， 我们可以直接打。来，别打。好，我守一波长了，不跟他过了，他们现在不知道。哎，他们还不知道呢，他们探过来就已经没了。收剑 ，OK， 推上，最后再推个上路高地没问题。我跟他打，他那边有人。好，不怕，这波我有闪，这波我很猛，他们这里应该有一个，直接秒。好，都得死，大招你也得死。好，这边让五杀。五杀，疾跑马好，好交给我吧，交给我。哦，没了，灭了，兄弟，你还在追，灭了，呵呵，已经死了，结束。我这头都打了1000多场，白金觉得节奏比较快啊，比较快。